这摆是咱主动送入门的，参加这个销售的行列，替伊生日 party 佫创造另外一波的高调。这车在生意的立场来讲，伊绝对无拒绝咱的理由啊啦。只要李正贤一定会答应咱，这点我一点仔都袂烦恼。阿娘，听你安尼分析起来，这摆咱佮邢素兰所设这个计划是一定成功的嘛？哼，李正贤佮彭玉山绝对是鸟鼠啊入牛角，予咱设计佮稳当当。还佫有一点，我淡薄仔咧烦恼呢。对一点啊。这斯林巴里的鸡油啊，若是扫上市，咱大家吼都爱烦恼，等当是要憋空，等待是要出代志啊啦。咱即马代志，干那进门咧卖出是无够的，这代志若不了伤大条吼，咱一定卖去互因拖落水，掠落做伙代啊啦。啊，那安尼是要安怎？即马鸡油啊已经开始生产啊咧，即阵话停，干咩？而且哦，总共咱即马干完了一寡钱话停啦，我想邢素兰迄个查某嘛一定唔肯。但这个查某现在回来起笑，也是看别你爱想起较好啦。我现在是在想讲，有一个较直接、较简单的方法，咱就是来找一个替死鬼。替死鬼，李祖母，跟我想的同款啦。所以讲，咱现在紧来想一个方法，或者收集司令巴的业务吼，让伊规个拢打落来。安尼以后万一若是出代志，这所有的责任拢到伊遐为止，啊，咱就徛在边仔吼，点标看好戏就好啊。嘿，这嘛司令巴里卖到这么好，啊，若加上咱大新的销售通路，迄绝对是赚钱的生意嘛。总裁啊，你果然是高明啦。哎，啊，不过吼，政府跟咱是死对头嘞，啊，当时要派什么人去跟你讲这条生意呢？李国芬，这个人就是你啦。嗯，那又阁是我啦。哎，总裁啊，副总裁啊，拜托了，唔通阁我去面对遐个正文的人啊啦。好啦，你若是唔愿意哦，就准准煞，我绝对袂勉强。我是讲，讲起来我那真无彩啦。本钱啊，我是甲副总裁已经参详好势，想讲要另外阁成立一间子公司，专门来负责这个业务，然后才阁负责这条线。和负责甲正文讲好经销司令巴蒂伫大新通路销售的人来挂名主公司的负责人，而且阿娘，咱是毋是已经决定讲要分红你给这个人啊？是啊，哪个敢安怎讲吼？这个人爱负起完全的责任啦，咱绝对袂当亏待人啊。所以我毋知你咧坚持讲吼，爱给这个人三成的利润，啊，你搁一直咧嫌贵。无关无关，这无关啦。副总裁啊。我有把握哦，因甲正文讲好这条业务，要若无换我做好无？嘿嘿嘿嘿，哪会安尼？哎，咱独家总裁哦是几年多钱叫我来做的呢？嗯，要唔过你独家讲你卖啊，你已经弃权敢毋是？唔通乌白讲，我哪有讲要弃权啦？哎，若有这个机会替公司来打拼好路，嗯，我拼一老命，我嘛要抢来做啊！啊，你独家明明讲你卖啊！我独家是哦，你想讲要问我较清楚咧尔。总裁，副总裁。但唔知我要有这个机会，有这个荣幸哦。李高文啊，你吼一直拢是第一个人选啦。除非讲你无愿意，啊，若无这件代志吼，一定就是靠你来负责的啦。哦，讲实在啦，但我甲总裁就是代人讲，你这段时间对咱大信吼，这么啊付出，这么啊死忠着，会当讲吼是劳苦功高啦，所以唔只想出这个方法要来报答。多谢副总裁，多谢副总裁啦！啊，那对我立场来讲吼，我是唔敢讲是啥物报答啦，我也甲当作是感恩的机会啦。我系学迄个《三国演义》内面吼，迄个诸葛孔明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啦。呾大臣吼，已经生日二十几年啊，李国文才来偌久，伊有啥物功劳啊？副总裁，我对台新的通路绝对比你顾问搁较了解。若是讲要成立子公司，我嘛比伊搁较适合，比伊搁较有资格啊。而且我搁是你的嫂囝呢。丽花，咱台新若想要行入去国际舞台哦，都千万唔通有较早迄款的哦家族企业错误观念啦。若要用人吼，一定爱用人为才，安尼才是正大啊。哼，笑死人！
你除了八戒的本事以外，算什么是人才啊？你敢知影？伫正文，每一个人伫你的背后叫你双面刀鬼，叫你西瓜文，何做西瓜我大饼啦？丽华，这是公司呢，我若是看在副总裁的面子吼，论职务、论年纪吼，我无需要对你轻声细碎呢。副总裁，你对我的能力吼，你上了解啦。无你讲看卖，我有倒一点比袂过伊啊？丽华，你可能有一点哦，讲了无唔对啦。这是公司的，你莫这尼啊无规矩啊！而且我甲副总裁已经决定哦，要由你顾问来负责啊，你着莫去大声啊，好不啦？我即马咧问我妈妈，唔是咧问你，你点点啦？妈，丽花，我知影你的能力真好啦。当这个业务吼，表面上看起来真简单，也毋过这是要负起完全的责任呢。若是有小可的状况发生哦，你嘛要家己去解决。所以照你的经验看起来吼，你也是无法度的啦。啊，是你顾问比较较适合啦。妈，我敢甲你保证，我绝对有法度负起这个责任的啦。好啊啦，你咪阁讲啊啦，我咪当甲你保证，这个责任吼，你绝对担袂起。你讲刘文聪要求阮原厂甲进文签上大陆地区代理权的备忘录，我认为无这个道理啊。现在连上基本的市场评估报告都还没出来，他就要跟我们原厂白纸黑字，他未免太过着急了。我认为他的要求非常合理，开始对市场进行评估，上基本的都要投入人力的资源，这是一项无形的投资，开始投资自然就要求报酬嘛。以目前我们原厂跟进门的关系这么好，他有什么不放心的？他说得更有啦，阿母，难免也有冤家的时候，只有不能坏在手头，伊比较靠保障。这个刘总经理哦，对做生意实在是愈来愈精明啊。这边甲伊合作，我嘛感觉伊愈来愈稳健，嘛证明当初咱听本总裁的话，一点仔都无唔对。你嘛亲像愈来愈欣赏伊啊。这点我承认。啊，你等我一下，我差点仔袂记啊。无影，搁过一天啊！我煞袂记啊。情书，应该算是啦。啊，你也等我走，你才能看。稍等下，我要真慎重洗一下身躯，准备红酒。再用心慢慢看，希望你看了后袂让你失望才好。我来啊，这么紧哦？予你有时间，赶紧看这份证书啊。好嘞。我会用甲恁大家讲啦。我真爱阿官，我嘛会照顾伊一世人啊！李先生啊，我相信你是一个君子啦。希望像你所讲的，君子有成人之美啦。静儿，你袂用个这么自私，敢有要想起过去的代志？那是我的代志，这个任何人，甚至是周佩瑶拢无关系。这是我即卖阿官就当决定的代志，你知影无？所以我即卖已经决定啊。我歪为着我的过去，来反问我即卖的生活到我的感情。玉山，之前我都提过笔甲纸出来，想要甲我对你的心思画伫笔墨内。啊，不过我看到桌仔顶我甲碧瑶的相片，心肝内都搁伫抽搐啊。看到碧瑶甲万景恩爱。甲甜蜜，拄开始的时阵，唔那是心在疼，甚至会用心如刀割来形容。我知影我应该用放心将佩瑶放下，交予万金来照顾。阿哥心肝内对伊，都是搁有一份牵挂。永辉有苛劝过我，无必要搁对佩瑶牵肠挂肚。伊既然选中万金，将来好唔好？迄拢是伊的命，
若无我接受你的感情，心肝内我伫想念牵挂着另外一个查某人，对你来讲真无公平。所以我决定，在咱三个月期限约束一到，我就应该将撇玉完完全全放下，空出家己几粒心肝的空间，来迎接你对我的一段感情。玉山，你放心，在你入去我心肝的那一天，我的心一定是清清气气，也就是讲，在我的心肝内，只有你的存在，完完全全是属于你彭玉山的。我也会全心全意来爱你。喂，你以为我现在在做什么？我在擦目屎，因为我哭。你哭？啊，发生什么代志？真恨，多谢你。原来你已经在为咱的未来做准备了。我看你的皮，看到拢哭啊，感动到就想要甲迄男的好好哭一下。你敢会用个即马就出现伫我面头前，好啊，男的？马上，歹势呢，我拄好要出门，我要来找碧玉。你讲，你要去找碧玉，是要创啥？我要甲碧玉真正写给我的批，献给伊。那安尼好啊，你甲金顺喊伊了后，就马上来这找我吼。安尼可能真晚嘞。不要紧啦，晚晚我拢要等你，非得阴暗，我嘛无可能睏得去啊。好，安尼拜。雄雄走来啦，要不要再撇给我爹？撇给我，静言来哦、喔。啊，静言。撇给我。静言啊，你来找撇给我，一定是有代志要甲讲，啊，无恁带去房间就哪讲啦，吼。阿母，免麻烦啦，我将物件交我撇了，我就马上走。静言啊。啊，这敢毋是佩哥失踪之前留予你的情书？啊，你一直拢足珍惜，放伫身躯边，哪会煞要摕来献伊？妈，
静贤已经决定要接受冯小姐，那呢静静别个查某囡仔少爷证书哪会当阁留嘞？那是冯小姐看到人会生气啦。静贤，你安尼决定真正确，是讲这个证书你甲单调就好啊，哪有需要阁查一撮啦？阿乖，这是静静你阁是配过时阵用心用感情写给我的证书。坦白讲，我心肝内嘛足唔甘愿，将伊亲手抓着，也是等伊分手他。啊，搁着参照你所讲的，我若是继续保留，对玉山来讲嘛真无公平。所以我认为，我也是亲手交予你，看你要抓着还是等着，我拢无意见。无咯，正贤啊，你是唔通真是要放弃阮查某囝嘞？安尼是袂用的哦。你讲的三个月期限也未到位呢。你坦白甲我讲，是唔是迄个德国来的假阿东啊，逼你把这张批摕来行骗局的？迄个彭玉山哦，实在有够要死骨啦！伊是凭啥物？伊是凭倒一点要拆散你甲彭国这对金童玉女啦哈？叫伊去死等于德国人，唔通踮咧台湾踮咧做这要求失德的代志啦！妈，你莫安尼乌白讲啊！人彭小姐，人好大方，心肝又搁善良，你哪会共讲啊像歹人共款？妈，你这个嘴就是安尼啦，你袂晓留一挂口德。亏你我看伊都气场啦。我知啦，今麦伫啊正言以外，你看啥物人拢嘛气场。当然咯，正言伫我的心目中哦是。不管你对玉山的印象安怎，我会用真肯定甲你讲，伊是好查某囡仔。我听到。我甲佩瑶在一起中了后，我的缘分已经尽了。我甲这卖阿官根本都冇开始过。佩瑶变做阿官了后，伊的身躯边已经有万金这么疼惜伊、保护的人。你卖在不能乌白乱讲啦！你是在……阿母，你先听我讲完。自从佩瑶变做阿官了后，唔拿我，大家拢冇努力过。阿哥事实证明。阿官的心已经完完全全属于万金，虽然我心肝内有千万的不甘愿，阿不过嘛无愿意去破坏阿官甲万金这段大家拢兴盛的感情，所以我祝福阿官甲万金一世人幸福快乐，只要因快乐，我嘛替因欢喜。另外这方面，我嘛无需要铁石心肠去顾及玉山这段感情，阿母。可能你的心肝内会感到一点仔遗憾，啊，不过我想，这应该是上美满的结果。安尼何做美满咯？哈！好啊，你别搁讲啊。静言，多谢你，多谢你这么体谅我，心存我甲万金。我相信你今日决定，对你、对我、对万金、甲彭小姐。拢是上美满的结果。看来明仔载啊，我爱甲本顾问讲一声恭喜啊！伊搁伫厝里等我，我先过去啊。正贤，你明早，我搁有话要甲你讲咧。妈，好啦，正贤，紧走，紧走。正贤啊，你慢点走啦，我。天佑，你是要甲气哦？是，你才会甘愿了啦。妈，我无想要惹你生气，啊，不过你偏偏还要生气，那安尼我哪有法度啦？天佑。朋友，哎呦，我那时间这查某囝，我实在实在够了的，我实在够了的呐。玉山，静恩，我总算会用真实在甲你揽着。得流目屎啊！
我的情书，感情是被感动干呢。你来静静，我已经看超过十届啊，每看一届都流一届目屎啊。啊，你呢？你有甲情书还有屁用无？我亲手把情书交向你屁用，我代表我甲屁用的情，拢献给伊啊。那呢？你即卖的心肝？是不是已经处理得清清气气，等你迎接我的感情啊？就算，佩蓉也讲我这个决定是对的。伊讲明仔载回去公司，伊会过一摆来祝福你。真热情的拥抱，多谢你的心肠。亲爱的，我爱。我已经认定，你是我未来一切，是我周佩玉的幸福甲我靠。我要做你的牵手，把你一世人拢牵我的手。我总算有一个要属于我家己的家庭啊！我一定给你一个真幸福、真美满的家庭。咱到底是一群囡仔，一家伙啊，快快乐乐生活。你回来啊！嗯，今日有好耍无？你先领我去倒位。我唔知啦，我只是凊彩问问的。啊，你唔是去逛街，也是去看电影？电影敢有好看？我无去看电影啦。哦，
你无想要讲嘛，不要紧啊。我无啥物好隐瞒的啊，安尼真好啊。我是回去厝的看阮爸爸妈妈。啊？你回去厝的看恁爸爸妈妈？你不相信？我相信啦。而且我嘛感觉，你确实应该定下回去看恁爸爸妈妈，安尼因才会真紧来接受咱斗阵的事实啦。心。最近我较有闲，我用半两礼拜时间来陪你。你若是嫌无够，一个月嘛无问题啊。重点是，咱是毋是应该赶紧去德国结婚，先煞去蜜月旅行？去东欧好不好？你毋是一直想要去布拉格，还佮有布达佩斯啊？阿斌，过过一阵嘛，再佮讲啦。为甚物？你毋是嘛想要赶紧结婚？是无毋对啦。也毋过，我是想讲，若是阮爸爸妈妈同意咱的婚事，有因的祝福，安尼毋是搁较好？是。阿斌，歹势啦，我忝啊，我先去休困。你的意思是讲，彭总裁想要将司令巴蒂咧大陆的代理权交予浸润集团，而且开发大陆市场的业务，李进贤是要交予党的专权负责。无唔对啦，但我即阵上届烦恼的是踮伫中国大陆迄边的政界，也无特别的关系，这代志处理到底袂顺利啦。小心安怎？李平有关系？会当斗三公斤？唔是啦，我是建议党的吼，唔免伤认真。秋生啊，我咧做代志的赢人，就是其中一点，我比别人较认真，我比别人较拍拼咧。那是安怎你泼我的冷水，叫我莫受认真呢？党。我认为吼，拍算较赢过拍拼，这是什么意思啊？当然，政务集团已经予你收在你的落地啊内啊。啊，不过当然你唔通袂记，你另外一个落地啊内，还佫有伊哩出的代理权呢。对党的来讲，司令巴蒂进军大陆的利润，绝对不如伊哩出的进军大陆。独占大陆减肥药啊的利润来得大，是。秋生，你真正有一套啊啦！是讲我哪会无想到这步棋呢？敢若听你讲这句话，我知我用你无用着人啊。当，政务集团开发大陆市场的业务，当然你袂用去认真做。而且爱放我，你讲唔对，我会继续认真做，而且我会拍拼做，我的脚步爱搁较紧的。只不过我是把研究的资料甲成果我暗藏落来，我转过去予伊理出来。当然，你安尼做法吼是真正高明。啊，周国文甲戴维，因对攻占中国大陆的市场真有兴趣，所以咱来赶紧甲伊利出伫中国大陆的代理权紧签落来。啊，这件代志交代予你，啊，佮有恁兄佮去处理啊。是，当然。予因两个去大陆无闲啦，较新颖点的食吼来还当。小姐，阿中有找到人无？歹势当的，我是找无着伊。但一只歹脚中真正牛逼呢，啊！伊若真正有才调，比到全世界人找无伊，我就免烦恼，伊会泄露我的秘密啦。当的，你过去交陪的人，敢会有人收留伊啊？
绝对是无可能的。喂，出声啊！他报你名了，莫来解释。坐点只戆心戆心，还无要睏。妈，我拄仔伫个房间内底，看到竟然还我这张情书。我煞雄雄想起来，我爱竟然一段感情，过去一步一步，就拢出现了。碧玉，你是讲，你过去甲竟然外伤害的代志，你拢想起来哦？到现在我才了解，为什么身躯边所有熟悉的人，拢遐尼希望我会当想起这段感情，算了啦，等去静言身躯边。哎呦，碧玉啊，好佳哉，好佳哉！你即马想起来还阁会赴，要若是三个月后才想到吼，哇，迄阵代志就去了了啊！这个好消息哦，我着爱紧打电话甲静言讲。哎呦，静言若听到这个代志，一定欢喜甲跳起来啊！啊，莫啦。竟然即摆若毋是伫个彭小姐因家甜言蜜语，就是已经倒去睏啊！拜托你，莫敲电话甲叫了好无？哎呦，我就是烦恼伊伫迄个姓彭的因家啦。啊，若即个查某吼有够袂见笑的啦，不管是都无代无志，要招竟然去因家，想要诱拐我即个囝婿。你拄则讲因两个即摆安怎？甜言蜜语哦，安尼搁较惨啊！孤男寡女，汤干蜜甜，煞落去啥物代志都做会出来呢？即通电话我一定爱敲。妈，妈。就算我即摆啥物拢想起来，我绝对袂离开万金啦。骗玉啊，到底都爱我讲几摆，你这个头壳才清醒啦。妈，这嘛是我想要甲你讲的。你敢知影，我若即阵离开万金，伊会有我伤心。而且今日若是离开彭小姐，彭小姐伊阁有我伤心，你敢知影？因我伤心，你拢知影。啊，恁老母失去正贤这个好囝婿，我伤心，你敢知影？妈，我甲你保证，万金伊将来一定是一个好囝婿。我甲你讲啦，你即马拢想起来啊，这件代志我一定要管到底。明仔载我就来甲正贤讲，伊是翘翘人，我相信伊知影安怎做啦。妈，即马不管你安怎做，拢无路用嘛无效啊啦。因为安怎？铁玉啊，你是唔通甲我讲，你甲迄个大龙啊已经亲密煮食饭啊哦。妈，你也无唔对，代志确实是安尼。是啥物时阵发生的啦？你唔通想我要找借口来骗我哦。就是迄天，你甲万金骂走，煞来我甲你变面，阮两个转去万金家，煞来阮就。你乌白讲，迄天迄个大娘仔因家我嘛有去，电灯哦我饲甲强要烧去，内面根本都无人。我拢伫个内底，是无想要开门安尼。哎呦，夭寿骨咯！恁来遮侥幸啦，恁来戆安尼，遐简单就去用骗去啦。妈，万金无骗我，迄是我家己心甘情愿，因为安尼都无人会当甲我拆散。你明明有影路，我要甲我气死呢！你安尼做，敢对得起正贤咯？我拄仔若是无想起一段感情。我是也无感觉我有对不起，啊，不过既然想起来，我确实感觉我对静言有情有亏起。啊，不过妈，静言即马有彭小姐即个千金大小姐的爱，安尼嘛真好啊。彭小姐会当伫个事业上给静言真大的帮助，因两个若是结婚，静言就会变作德国大摇手，会跨国总裁啊。在伊当阵，假使万金肯打拼，竟然伊阁肯牵线，万金嘛有真大个前途。妈，所以你无啥物好怨叹，敢毋是？当然嘛毋是。
人一款命。假使天公伯啊，爱我一世人，拢在万境吃苦，我嘛心甘情愿。因为这是我的命，所以恁莫阁想要改变这个事实啦，好不？还阁有啦，我拜托你莫甲我甲万境的代志甲别人讲，啊，若无我会歹势。我家己的查某囝，戆戆哄骗甲失心。这款见笑台，我敢去讲给听？我都把你吓死吓见过。联系传到何进，老所在啦，上好堂，随时用个开枪。恭喜啊！阮党的已经在等你啊！好兄弟，真久无看的。有酒无？除非夜晚你要困伫个遮啦，也若无我可劝你，莫饮酒。保持头脑清醒。你是惊我，予人撞到，连累到你哦。这话不是安尼讲啦。医生，放心啦，秋生是家己人。哼，家己人，会出卖我的，也拢是家己人。我唔捌伊，叫伊走。安怎？惊我，提防我，我已经不是好兄弟啊！秋生，去车内等我。等下，米拉车顶较安全啦，紧走。琼斯啊，你为入门到今嘛，你的口气是真无客气。我来你讲啦，我是阮党的私人的特别助理兼保镖啦，真歹势。我绝对袂离开这间房间的。出去！小心！咱真久无见面啊啦！你敢有需要一见面就这么歹声嗽？敢有需要一见面就我歹面相看？老阿文聪啊，你即马准备要甲我见面，甲我呛声笑？小心啊！咱自细汉就斗阵到大汉，你的个性我真了解啦。啊，若我的脾气，你有哪一清二楚啦？我倒位予你误会着，或者是我做对一点，予你袂爽快的啊？那自从你入门了后，你上个基本的一个礼貌，问一句讲大你好，你做袂到是吗？哎，我问一句大你好，那我是问恁老母较好啦。敢袂记？你送我酒钱之前，你答应我啥？你讲，你会真紧到厦门来看我，真紧安排我的某囝到厦门来跟我团圆。借问一下，你答应我的代志，倒一件你做甲到？同事。你敢若知影我答应你的？那安尼，即阵我请教你，你离开台湾了后，台湾发生偌侪代志，你知影无啊？我老文聪差一点也无命甲你见面的，你知无？你走了后，你身躯第十万美金，去到厦门迄种啥物拢俗的所在，我根本袂烦恼你会过着艰苦的日子啊！啊！若你的母子，你走路了，我同款在照顾。我逐个月给伊十万块的生活费。也毋过，自从我发现恁某这个不守妇道的查某已经做出对不起你的代志了后，我渐渐啊疏远你。
莫怪，你搬厝了后，都唔捌敲电话给我，连手机的号码拢换掉。讲，是啥？琼斯啊，今这件代志煞煞去啊啦！我原来未甲你讲这个奸夫到底是啥？袂用呢，你一定要甲我讲，我定来让这对狗男女死！就是因为安尼，我才唔敢甲你讲啦。啊，若无以你的个性，这对狗男女绝对是要死的啦。搁再讲，你是要做陪葬呢？你离开台湾这一年而已，这台湾的刑法死刑是还袂废除的。陪葬就陪葬嘛，为滴我这摆转来，已经做好上歹的打算啊。老师，我也不知道你是安怎雄雄公公走进来台湾。我伫迄边，嘛强要活袂落去。琼斯啊，100,000美金，你一年就开了，你嘛真好开呢啊！你给我点去，阮兄弟啊在讲代志，你插什么嘴啊？你琼斯，那秋生啊，你讲电话唔对啊？那100,000美金是要你做生活费用的呢，你唔得个欠咧用的。当然嘛知影，我到厦门无偌久，就甲一挂摇头啊牵着线。也毋过，因为我一时冲动，得罪着当地一个高干的子弟。后来我才知影，伊的后代是遐尼啊强，伊记得叫公安甲我修理，最后总算是有钱来赎病啊。大爱，你应该袂见死不救才对吼。不是，若是小数目，大爱一定会乎你啦。啊，若是大数目，你就莫开嘴啊。什么小数目、大数目，我听无啦。看你的心。先生，你先固定迄100,000摕予琼斯啊。100,000，老阿文聪，你即马是甲我伫讲算账，也是抓准讲我即马甲你分啊。